临床呢还更多见的，比如说肺肾阴虚所造成的。好，我们中医讲，肺肾阴虚，虚火上炎，上灼咽喉，也可以导致它主要的表现是干。好，想得干，想喝水，同时呢，它伴有一些睡不着觉，哈，然后呢，腰膝酸软啊，然后呢，烦躁失眠啊，然后呢，就是盗汗，夜里盗汗，一看呢，舌红少苔，脉涩啊，考虑是肺肾阴虚，虚火上炎所导致的，所以治疗呢，养阴，清热利咽啊，我们可以经常可以选用百合固金汤来加减，或者是比如说偏于肺阴虚的啊，肺阴虚呢，病人表现口干，想喝水，有点咳嗽啊，有点舌红少苔啊这种的，这种呢，我们可以用养阴清肺的方法来治疗，可以养阴清肺丸或者养阴清肺口服液。